首先是起势，两脚并拢，双膝微屈，两手轻贴裤缝。好，开步，左脚向左侧开步，前脚掌落地，踏实。好，记住我们这里开始有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在起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手是在一边起一边手心向内旋，内旋也就是我们手心慢慢向上打开，向上打开，提到与肩同高，就像有一个托起来的一个动作，提到与肩同高。好，接着手臂外旋，向外旋，同时屈蹲按掌，按到我们的腹前。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武式太极拳的一个内容。武式太极拳跟其他太极拳最大的不同在起势上面呢，就是它是手心向朝上的，然后接着再往下翻转。起势动作要点：左脚开步，两掌平托，屈蹲按掌。好，先看我做一遍。好，大家呢先从脚下跟我一起学，我们再上肢，好吧？好，大家跟我一起啊，首先我们两个脚分开屈蹲，首先重心移至右脚，接着将我们的左脚收回，但是记住这里不点地，不可以点地啊，它只是一个收回，左前方45度落地，脚跟落地，然后慢慢移重心成弓步。对，我们在做这个弓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膝盖不能够出脚尖啊，对，就到这里就可以了。好，然后跟步，后脚跟在左脚的斜后方就可以了，身体是左前方45度啊，这是我们脚上的。手上的动作呢，大家跟我一起来。好，我们脚可以休息一下啊，微微向左侧转身，然后提腕提过来啊，我们的左手呢提到我们的左侧旁啊，左腹旁，右手呢提到右腰的位置上。好，那么一边提一边往上走，这个时候我们的两个手的手腕都要开始微微用一点力量，开始从胸前向前画弧，翻转出去，推出去，成一个按掌。记住我们这个按推出去的时候不能把它打得特别开啊，基本上处于一个弧线型。那么左手呢与鼻子同高，右手呢在我们的这个胸前，在胸前，两个手要有一前一后之分，不能两个手都一样的，要有一前一后之分。好，接着我们做合掌的动作啊，两个手一起向下，这个时候记住我们的立掌，就是个竖掌，一定要竖起来，不能把手腕放松，竖起来，一起往下画弧，到我们的这个胯旁，胯旁从两侧向前合起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有一个捧球的一个状态，就好像手上捧着一个球，所以我们的手心是略微有一点朝斜上方这种感觉，对，虎口相对。好，我们上下肢结合起来一起做。好，左懒单一，好，微微移重心，收脚提手，出脚，手慢慢向上立掌，画圆，弓步推按掌。好，记住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做到位了以后呢，一定记住我们的手不可以超过我们的脚尖，也就是不能这样出去啊，不能超过我们的脚尖，对。好，接着微微转腰啊，身体微微转向左侧，也是慢慢身体转正，同时两个手向两侧画圆，到胯旁画圆，然后将我们的手是竖掌的状态。好，根部和手成一个捧球状。好，移重心，微微的一点点移重心啊，微微的有一点点移重心。好，接着还是左脚扣，基本上重心还在左脚上，它还是一个实体转脚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略微的有一点点重心的偏移，同时就开始了，但是不能把重心完全放在右腿然后再扣，不可以啊，我们的右腿还是基本上保持一个虚的一个状态。好，扣脚，左脚扣脚，身体转到右侧，
同时将我们的右手，好，做一个手指尖冲前画圆画弧的一个过程。好，又是收脚提腕上步，好，右揽雀尾，右侧跟左侧的要求是一样的啊。那么同样也是做到位了以后，我们的右手不可以超过我们的这个脚尖的这个方向。那么右手在前，左手呢往回一点，又有前后之分。好，接着微微转腰立掌，两个手立起来落到我们的胯旁。好，画圆根部合手。左右懒扎衣，动作要点：提脚齐掌，迈步接手，弓步开掌，根部合掌，转身齐掌，迈步接掌，弓步开掌，根部合掌。好，移重心，扣脚，转身，转到身体正前方。下面一个动作，左单边，好，微微转腰，身体向左侧，上步，落脚，脚跟落地，好，身体慢慢的向微微向左侧转一点点，同时左手向前推出去一点点，右手向外展开。啊，这个时候我们转的时候，我们还是立掌，还是立掌的，包括在我们这个出脚出去以后，掌都是立起来的。当我们开始移重心，重心向左侧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左手前推，右手向外分出去，向外分出去。那么我们这个左单边做出来了以后呢，一定是第一个要求是我们的这个手是不能推出我们的脚尖的位置啊，就是所有的动作手不过足是五式太极拳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你看他的手不过足的，不过我们的足尖。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掌心略微有一点朝斜上，好像还是有一点脱球状。那么在做左手的时候呢，记住我们的肘关节跟我们的膝关节还是要有一个相垂的这么一个感觉啊。那另外的呢，右手呢向外打开啊，那么手指尖略微斜向上方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把这个单边的动作我们再来一次。好，落脚转身，好，身体继续接着左转，出左脚，好，移重心，两手向两侧分开。左单边动作要点：转身带掌，迈步开掌，弓步推掌，